喂，喂，你好。叔叔好。你好。怎么变得那么乖客气？他摆着蛮客气的啦。礼貌一定要的啊。真的，那谢谢，谢谢。我应该是要见面，第一次应该是要见面才对。不好意思，对了，那是黄成国是黑的。我以前做业务，常常那个业务长常常跟我讲说，你去拜访人家是地名商嘛。哎，不会讲话了哦。谁？没有，家盛平常对我照顾有加，真的，多亏叔叔，叔叔把他养大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啊，这个小朵讲个笑话来听一下。叔叔会听笑话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我说一个笑话。为什么金字塔都在埃及？因为他们太大了，放不进大英博物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大了，他们只能在埃及。他们没有啦，叔叔，我都会跟嘉盛聊天，然后偶尔说一些很白痴的笑话。应该你这个笑话，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听过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只是叔叔你很懂哎。对啊，这个也没什么，这个都是以前人家讲过的。啊，叔叔也是常听笑话的。以前的笑话比这个更劲爆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嗯啊、而且中期还有带一些黄色的。叔叔，我以后再准备好笑话给你。